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波系小编。我昨天才上架了一个新的影片，来讲分身流的事情。想不到这么快就遇到分身流可以参加的活动。对，没错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尤其是有分身流的玩家，这个光辉十月的隐藏任务，你一定要去参加。来，我们简单看一下哦，从十月二号到十一月六号，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哦。这个70级以上的角色，一天可以进行一次任务。好，这个呢，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。70等级以上的角色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一个影片里面有讲到说，分身流的基本等级就是70级嘛。好 ，OK， 这个活动就是设定给分身流，你有70级的玩家，你都可以进来参加。那你有几个角色就可以参加几次。好，来我们继续看哦。好，那完成任务可以获得两种硬币，那硬币可以跟 NPC 购买各式的道具跟辅助道具。好，那这个待会我们会再讲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方式是怎么样。其实就很简单。从这个活动开始哦，从每一个礼拜三四五六日一二，就是它都会有这些任务去循环哦。今天的话就是礼拜三嘛，那明天礼拜四，后天礼拜五，反正你只要在哪一天就是参加哪一种的任务，那每一天的任务呢完成的条件跟奖励都不大一样。好，不过你要看一下哦，每一天完成，我们举今天来讲，今天是礼拜三，所以只要杀掉1000只怪物，还有完成3次的试炼部分，就可以完成这个条件。那我们拿到的奖励呢有两种，一种是一般的光辉硬币30个，跟隐藏的光辉硬币2个。好，那这两个东西它可以来买什么呢？你可以不要买，也可以把它买掉。好，那这个是可以累积的。我们来先看一下奖励的部分哦。如果是以这个一般光辉的硬币的话，它可以购买的是这边。来，你注意一下哦，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，一般光辉硬币它的购买限制是以日为单位。好，那如果你是隐藏的光辉硬币的话，它是以你自己的这个账号在这个伺服器里面购买的这个数量。好，我们先回过来讲，如果你是拿这个光辉硬币的话，基本上它就是你可以去买这个什么名誉金币箱啊、娃娃变身制作箱、补充宝石或者是抽卡券，还有一些消耗品。那在这个隐藏商人的部分呢，它卖的东西就比较特别一点了，它有消耗品、娃娃的抽卡、变身的抽卡箱子，好，然后还有神秘的装备箱，还有十月的隐藏活动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哈。来，娃娃抽卡箱的话，它是这样子，除了开出一般的魔法娃娃箱之外，它还有几率去开出高级稀有跟英雄级的这个娃娃卡箱，所以你有机会直接中这个蓝娃或者是红娃，这个都是有机会直接中的。那如果是购买这个神秘的装备箱的话呢，它是必定开出5个刻印箱，然后有几率开出最高级和高级的刻印箱，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想要买这个东西。重点来这边啊，十月的隐藏活动箱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大重点啦齁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去挑战上面那些什么抽卡的几率的话，这个对你来讲其实蛮肥的一个奖励哦，因为它开启之后必定获得封印的这个稀有武器制作秘籍，还有封印的稀有防具制作秘籍。那它还有机会开出这个其他的这些东西，譬如说高级的刻印装备箱，还有一些祝福啊、诅咒卷轴箱。当然还有这边还有稀有的娃娃变身、英雄级的娃娃变身哦、强化制作秘籍箱，还有什么强化的技能书箱。那这些什么制作秘籍箱啊、强化技能书箱啊，这边都还有详细的说明哦。这个非常屌，这个开出来的话，基本上你又是至少就一张这个蓝布啊，哦，那也有可能是红布啊、紫布啊，当然最好是紫布。那如果你是开到这个技能书箱的话呢，哇，这个这些红色的技能哦，或者是紫色的技能哦，直接就送给你了哦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肥的一个东西啊，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哦，这次的活动你一定要去参加。那来，我们刚刚讲了分身流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的话，你每一只分身都可以解这些任务，因为它是认角色的。每一只分身解完任务之后，你都可以来兑换一次这些东西。那下面这边呢，虽然你不可以透过分身流的方式去拿到这些东西，但是在上面这一些，你基本上你可以拿变身硬币啊，或者是这个什么补充宝石，这个都可以，或者是增加一些抽卡的几率。那你每一天多一只，每一天多一只。像小编来讲，我有4只分身，我每一天都可以拿4张，哦，我总共有4只嘛，我每天都可以拿到娃娃跟变身各4张。那我4只嘛，一天4张，7天就是28张，那一个月就是120张，哦，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。有机会去抽到，搞不好就让我一次上这个
蓝变蓝瓦哦，都是有机会的哦。那基本上这样子玩起来的话，其实变身币的这个数量，娃娃币、名誉币啊，这个东西其实每天也都可以买，因为你看这个奖励哦，第一天这个每一天都会拿30-20个的，对，一般的嘛，那30-20个基本上很好分配啊，两个哦，这边这2、4、6，然后11、12、13，才13个哎，哦，这边的话基本上上面这边我会觉得你要全买，那下面的话就看状况了哈。那这个非常的肥，那下面这边的话，这个隐藏硬币的基本上不用讲啦、哦、如果你要买的话，这边总共可以拿到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好，一个礼拜可以拿到14个。所以如果说你要换到这个隐藏光辉硬币的话，你至少要存2个礼拜左右，将近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。好，那这个活动呢，基本上它是一个月的时间嘛，所以换算下来的话，大概是4周。所以这边总共起来的话，你可以拿到56个隐藏的光辉硬币，在整个活动时间里面。那56个的话，通常怎么换呢？如果是分身流玩家的话，其实根本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56个，每一只角色都会有56个。那基本上，其中一只角色买完这个之后，你再用另外的角色去买这个，因为这边加起来其实就是55嘛，这边其实就55，一只角色其实可以买完这边啦。那这个就看你怎么用。如果说一只角色买完之后，你可以用第二只角色去买这个，哦，3×5，这边也才消耗15个，3×5也才15个，那这边的话5×1才5个而已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基本上任何一只角色都可以把它买起来，哦，那主要的还是这两箱，但神秘装备箱你可以把它忽略掉，因为它是这个装备刻印装备箱嘛。好，那其他的话，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。那这个活动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把它参加好，跟好跟满了，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。那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大不谢小编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